会。对对对对。我是比较想听那个《天黑请闭眼》。对，因为那首其实是我对他们团体的第一首认识的歌，所以就是一直都印象很深刻，然后就是也很想听现场。那真的是七夕情人节，有人陪你一起共度吗？昨天没有哎，昨天我在打羽毛球。干嘛？想要问什么？没有。对啊，目前还是。要帮我介绍吗？应该说一直都没有特别排斥这件事情，只是说目前还没有遇到让我觉得真的有特别好像可以的对象，但是就是也不排斥交友，就是我还是有跟大家聊天，我还是有跟一些异性互动，只是说还没有特别有七夕情人节共度的对象。也没有到很多啦，毕竟就是就是我也是，就现在遇到的都是弟弟，对，所以就是只有几个聊天的对象，但是也没有到超多个，但是就是目前都还是交朋友的阶段。